各位族群代表、专家学者、列席官员，非常感谢，也欢迎各位能够参加今天的公听会。今天的公听会是针对《原住民身份法》修正草案举行第四场的公听会。经过前三场公听会，专家学者、族群代表对平埔族群究竟应单独立专法，或在《原住民身份法》中修正，仍旧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跟各位表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人以为说我们是持特定赞成或反对，但是本席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事实上我们是持一个希望能够让各界的声音能够充分被讨论的一个态度，并没有持一个特定的看法，也原此，所以今天就是希望能够再汇聚各方的意见，让所有不同的声音能够充分的讨论，所以今天特地邀请各位专家学者来发表高见，希望能够对厘清相关的问题能够有具体的帮助。各位的高见我们会做详实的记录，作为审查原住民身份法的重要参考。今天的讨论提纲简要列出了三点，提供各位参考。各位可以尽情的提出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们都非常欢迎。现在来介绍与会的人员。首先，介绍今天的列席官员的部分。今天列席官员的部分有我们原住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委钟兴华钟副主委。总统府第一局杨淑珍科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罗丽婷专委，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王家玉专委，内政部民政司罗素娟专委，内政部户政司陈子和专委，财政部国产署徐慧珠副组长，国库署张立慧副组长，经济部国营事业委员会邱国勋科长，台糖资产营运处谢振生组长，交通部路政司刘孟翰检任稽政，路政司李昭贤专委，还没到哈，好，李昭贤专委是中午过后的部分。教育部综合规划师傅伟伟专委，是伟还一伟哈。法务部法制司蔡立清检察官，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师蔡莹莹副司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李慧芬专委，文化部文资局洪义祥专委，国发会社会发展处赖运林专委。好，谢谢各位列席官员。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依先后顺序报到先后顺序。首先介绍是我们中部平埔族群联盟的代表乃俊廷先生。第二位是台南市消拢社北投洋发展协会理事长杨俊生先生。第三位是南投县八仔族群文化协会理事长潘英杰先生。第四位是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林碧霞女士。第五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拉雅教会联谊会委员罗超腾。第六位是凯达格兰山雕社祭祀工业负责人林胜义。第七位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峰施教授。好，谢谢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及代表们。今天公听会的程序按签到先后顺序，由族群代表学者专家做第一轮的发言，本院委员发言顺序由主席室会议情况决定，每人发言时间为八分钟。第一轮发言结束后，如果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其他的高见，我们再进行第二轮发言。公听会现在开始。我们请第一位中部平埔族群联盟代表乃俊廷先生。
对不起哈，主席啊，在场与会的专家学者啊，还有各族群的代表啊，大家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代表中部平埔族联盟啊，那我本人我叫乃俊廷啊，康乃馨的乃，好，乃俊廷啊。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讨论的提纲哈，关于这个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正案啊，它里面有列了几个啊，第一点哈，就是从认同的问题上哈，法制上应如何落实还有保障平埔族群自我认同及证明权益啊。那既然关乎认同跟证明哈，这我相信这每个原住民哈，包括我们平埔族群的每个族亲，他都会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面临到这个问题哈。尤其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平埔族群这个问题会特别的一个显著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他面临到的实际的状况是有一个历史记忆的一个断裂，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断裂啊。那我首先从我自己的族群介绍起啊。若根据日本学者的分类呢，哈，我们中部的平埔族有好多的族群，那我自己呢，我仅就我自己而言哈，我代表的是所谓的巴布萨啊，巴布萨的东罗社啊，那东罗社在哪边呢？哈，东罗社在现在彰化南彰化哈，在浊水溪啊，从这个南投的山啊，流到彰化平原的时候啊，在南彰化这一带，现在行政区大约就是在北斗啊、田中、二水、西周一带啊。那我们的族群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长远的一个时间啊。可是我们在清道光年间啊，就是在西元1820年左右啊，我们就跟随着大部分的中部平埔族的族亲啊，迁徙到现在南投县的埔里镇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两位哈，就包括我，还有一位这个八仔的潘英杰理事长哈，我们都是从埔里出来的。那关于这个，我现在可以把我的族、把我的社做个清楚的阐述啊，可是这不代表在我们的族群里面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做。啊，这是经历过一个追寻的过程，而且这个追寻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啊，我们小时候的身份证上都还注记祖籍，啊，那学校老师会要求这个小学生要填写你的资料的时候，我们面临到的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填。那这问题当然就回去请教我的父亲了。那我要讲的就是我的追寻是承袭我的父亲而来，那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就是说他也不清楚，所以他给我很多的选项，那当然他不可能告诉你好多个哈。那我意识到的就是说，家中的其他兄弟姐妹跟我的祖籍是不一样的啊，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笑话啊。我们都是同个父母生的，我们的祖籍怎么会不同呢？啊，那这代表我的上一代他们的迷惘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埔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族亲啊，他也提供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所以大概从我小学开始呢，我就开始往我的原乡跑。我的原乡在哪里呢？我的原乡就是我刚刚讲的彰化的二水。那在其他同学大家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我已经开始跟随我的父亲，走上回家的这条路。那我们有没有线索？我们有线索，我们不是什么都无知的。在这边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很多的外来的族群对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是很显著，不管是在宗教上、语言上、习俗上、信仰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单就一点来讲，就是在文化上对于这个文字的习得，它对我们的文化的冲击有多大？是哈，它基本上让我们的认同呢，哈，从过去对自己的族群的认同，哈，从清代开始，哈，就变成跟要服膺于汉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体系。啊，我的曾祖父呢，在埔里呢，哈，他在日治时期啊，他当了埔里当时有分浦东区跟浦西区，
他是浦西区的书记啊，大约有十年的时间。那他有没有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个职位呢？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在汉私塾里面学习啊，所以他能够掌握文字书写的一个能力。那他也除了为自己的家族留下记录之外呢，哈，他可以服务族亲啊，因为我们有很多一些文书啦、契约啦，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书写文字的。所以当你有文字书写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留下资料。那在留下资料的同时，你会觉得，哎，那你到底你对你的文化的传承有没有冲击？其实这是两面刃呐，啊，那也因为有文字，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记录啊，所以我们到此时此刻哈，我们的家族的墓碑上，我们一般汉人所谓堂号的地方，我们都还是清清楚楚写着东罗啊。这个东罗是哪里呢？哈，也就是所谓的东罗社啊。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哈，比如说现在此刻的这个彰化哈、北斗还有这个妈祖的信仰哈，啊，他们也有所谓的东罗妈。那这东罗妈呢，就牵扯到林默娘哈，这个妈祖林默娘她在湄洲哈，还有一个东罗村哈。那当然，这是否属实或者是附会哈，这个至少意味着说，在我们的族群文化哈，在我们的原乡哈，受到荷兰人之后，汉人来了，在信仰上，他多多少少都被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比如说这些年，我们在埔里，就埔里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聚落，就是拿霞，叫我们写林子城啊，拿霞林这个蓝城社区呢，他们也是借由这个妈祖的信仰，也是回到原乡。那除了妈祖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衍生出一个所谓的番太祖。那个番太祖的个形象呢，就是个原住民的个形象。那他甚至呢，就好像有点变成那个三太子这样子，在那个神明妈祖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者的一个角色。那当然，这是否是原来的一个信仰，哈，显然不是。可是这样的一个举措，这样的举动，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族群，我们要回到原乡，哈。虽然他的这样的做法跟过去我父亲带领我们走到自己的家里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族群，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是大家是很努力的往前走，哈。所以，在关于第二个提纲上，就是说平埔族群是否的权利义务以法律另定之，那除了语言文化外，是否应该包含下面政治参与这些，那根据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十条，他说国家肯定多元文化，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国家应以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之地位及参政政治参与，还有下面诸如教育、文化、交通、水利，那这么多的保障，那如果平埔族群毋庸置疑的他就是属于台湾的原住民，那我们理应就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那在身份法修正上，不管各个单位提出怎样的版本，我们可以有看到很多的进步哈，就是说从日治时期啊户籍的注记上，不管是说熟番或者生番，或者说只是原住民哈，那都可以恢复原住民身份的话，那既然有原住民的身份，我们就理应受到这个保障哈。所以关于第二个提纲是否，这应该毋庸置疑，我们肯定就应该受到保障。好，以上是我的第一次发言，谢谢。谢谢。好，非常谢谢的。其实我们接下来是杨俊生。
今天到我们郑立伟啊，我们主席，各位长官，我们各位学者，还有我们的族亲，大家好。我今天真的很紧张啊，出入不通，就是要进来立法院，就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了哈。那我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我跟那个原住民哦，我们平埔族，我根本不晓得我们跟他有关系。那以后我发现我的入籍时代的，好久天本，我讲台也可以吗？好，我的好久天本就是写诗，好，阿我开始就是我就开始了那个寻根跟认祖，好啊，然后参加证明，因为我的身份，我的种族是什么？那我们平地原住民，哦，他们都可以登记的，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哦，将心比心，我希望大家就高抬贵手了哈，哦。那我们就是以今天行政院的版呢，就是原住民的申论法，哦，增加我们平埔族的，哦，的住民，平埔原住民的身份。我想这个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这一个法源的话，哈，那我们平埔族群，那我们的就是的身份认同，他就会受人家的肯定跟落实，哦，所以这一个法源，我希望大家，哦，尤其郑立伟，哦，拜托高抬贵手了，哈，哦，那注意要那个设那个，专使我们平埔族群的平埔族群委员会哈，这一个是不符我们的感觉，是不符行政院的版本啦。你今天我们已经年纪都大了，像我们林先生，他已经奋斗了20-30年要证明，哈，我们的年纪体力都已经不行了。你今天再搞一个，当然这个我不予置评，是不是好？但是啦哈，你就要开始要重新开始，你桃花的开始，哦啊，就是冗长的程序，那真的没完没了，哦啊，所以讲，阮是对行政院这个版本吼，阮是感觉讲伊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哦，如果要再成立一个平埔族群的委员会，它的时效性跟需求感觉是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不设立的话，我们依据我们蔡总统他承诺，我们原住民相关保障资源，依据平埔原住民的人口的比例，当然人口越多的话，你我们就以那个人口的比例哈，建立我们原委会，哦，就是扩充他的组织人力以及预算的分配。必要的时候可以增设任务编制，来应应我们平埔这个平埔住民的这个相关的事务，哦，那我们在北投洋那边，我们的族跟我们南部的，我们都是的族亲，大家都是非常支持我们行政院的版本。那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正草案哦，这个法案是就是在平埔跟在平地高山原住民下征一个平埔原住民，这个我们感觉这个版本是最好的。那原住民的申论法，我们的修正草案应该是在4月底是要完了，是要结案的。那以前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党团协商，他就是要5次的公听会，我们国民党是主张5次的公听会。那去年国民党已经举行了1次，民进党已经完成了2次，还有2次，今天这一次结束，还有1次，哦，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在4月底拜托我们国民党团能够如期把那个公听会举行，哦，以利我们就是大家来可以再进行审查，因为这个时程已经很急迫了，哦，那今天会召开这个听证会，我们应该是国民党团的要求，哦，所以我想我们国民党就有责任，就是要及早完成了，哦，
好，进入熟悉的审查啊，不辜负我们平埔这边百姓的这个期待了啊。我们感谢我们那个杨立委哈，他也是很诚恳啊。那郑立委、郑立委员哈，拜托你高抬贵手了哈。我们大家都是为原住民的这一个人权、正义，还有我们的发展，大家都在努力啊。因为今天这个我身份是首，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进到原住民。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不管他，但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平埔原住民可以列为台湾的原住民啊。这个不是要争什么权利，但是我希望，因为我以我的我们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但是我的立场就是我们是证明，我希望对我的下一代有一个交代啊。人家说那个很多事情也不用讲了哈。那我今天因为我的时间还够，我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北投洋。我们北投洋是在那个台南市的嘉里区，它是一个海边的一个部落，但是我们那边哦有见证到400年的历史，台湾的历史，我们有将近400年的荷兰锦，然后又有将近差不多300年的那个平埔回欢墓，他就是我们一个族人，他叫沙赖，他就很会跑，所以他有去跑给康熙皇帝跟乾隆皇帝。他死后他的墓碑就写着户主面巾三出。好，然后我们台湾有100多棵的一等三角点，日本人也在那边设了一棵，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台南可以到我们那边去参观。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谢谢啊。好，接下来我们请潘英杰理事长。因母的话了，也骨甲包扎哩，玻璃后来就转白车扫，那件那个台湾省，乌捏那里改定哩，马哈马勒这人马是马是马了，马哈他妈当那闲哩死，把个大家因母的话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投埔里爱兰的八仔部落，名字叫做台湾潘英杰。今天能够在这里参与第四场的公听会，我也很重视今天要讨论的三项提议党那提纲的议题。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沟通，能集思广益，让政府有关部门、立法委员朋友、专家学者朋友，对我们平埔族群有更详细的认知，更能帮助平埔族群需要的诉求。相信在座来自不同部门的长官贵宾，关心平埔族群的每一位朋友，还不是很完全的了解，甚至于会误解。今天容我在这里就简单的介绍八仔族过去所有的努力，一直在做护政传承的心路历程。这个不是一个八仔族的议题而已，这个是整个台湾所有的平埔族群都一样的心声。我来分四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我要用传承的努力；第二是母语的成果；第三，无奈的心声；第四，期待的未来。我先从第一传承的努力，联合国在十几年前就宣布八仔族只剩下一位96岁的高龄的老阿嬷，这个代表是说这个老阿嬷过世以后，八仔族的语言就要完全消失，八仔族语就会要在这个地球上完全听不到声音，
我们的媒体也常常误导，因为他还不了解我们八宅族的语言，我们的努力在哪里，甚至于有些委员或者是说不了解，真正不了解八宅族的，他们还公然批评平埔族群完全没有自己的母语，没有文化，没有传统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96岁高龄的潘俊玉阿嬷过世以后，我们现在部落里面还有一个80多岁的母语老师，他一样精通母语，潘美玉。然后还有教育部委托我们赖冠玉牧师为我们八宅族做了九阶的课本教材，还有我们中央研究院，我今天带的这个是工具嘛。中央研究院李仁奎教授带的 都不会陌生，他帮八宅族做了一本那么厚那么大的字典，所以说我们的母语都是 在里面，你用不完。我相信法定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不一定有中央研究院的字典可以参考。那在这边我们八宅母语真的是很丰富的啊，有些他不了解，变成说啊八宅族的语言都没有。所以说我在这边郑重在告诉大家，八宅族语没有灭亡，没有消失。我也很清楚，在我们台湾其他的族群也一样，在努力的在为他们的母语在努力，在做传承的工作。第二的部分，母语的成果。自从教育部举办原住民文学创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是第六届。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八宅族从第一届就提出我们的文学创作来参加比赛，我们第一届、第二届都得了奖，不是只有一项的奖项，我们都得了优等奖。第三届我们继续努力，我们提了4份的文学作品，然后连审都没有审，就完全被封杀。只有一个原因，我们不是法定的原住民，我们很无奈，我们的努力，但是政府可以用这样子的封杀我们不了解哦。因为这个是主办的单位是教育部，所以说我们直接找教育部去请示、去沟通，然后教育部给我们当面的承诺，只要你们八宅族能够继续写出来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都有权利继续的参赛。那第三届就被封杀，就没了嘛。第四届我们又提出来，第五届又提出来，第六届我们又提出来，我们都不是只有一件那个作品。那我们每一届都是得奖。在这里要讲的，所有参赛包参赛共有44个族群单位，八宅族不是法定的原住民，44个族群的单位，八宅族列为第七名得奖的那个得奖数。你说八宅族没有语言、没有文化吗？所以说，八宅族后面法定的原住民，在我们的后面还有37个。我要讲这个，就是说大家用正式的面向去看八宅族的语言、八宅族的存在、八宅族的努力。哦，这个是我第二项。这个是教育部官员那个网站可以参考的，这个不是我在这边可以随便讲的。然后我借此在这边向教育部的官员、相关部门说一声谢谢，因为你们的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可以继续得奖。谢谢你们教育部的官员。第三，无奈的心声，我又拿一本书出来。这一本书也是蛮厚的，从部里带来背得蛮重。为了争取法定的原住民，我们从2007年就委托了
知名的学者专家团队帮我们做了田野调查。因为以往只要你田野调查完成了，几乎都可以进入原民会。但是我们的努力，我们2007年都已经做好了，我们也送件了好几次到相关部门去申请，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打回票。很多的法定的法规，很多的人为心态，哦，这个就是说无奈的心声。我们的努力都一直在做，但是大家没有在正视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期待的未来。当然，我们很多的过去的那个心声，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期待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就是靠在座的专家学者，在这的政府的官员，在这边的贵宾朋友能够帮忙，在我们整个台湾的平埔族上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规划。现阶段政府也好，立法委员朋友也好，专家学者朋友也好，都在重视平埔族群的议题啊。我请大家都了解平埔族群的权益诉求，还有关心我们并给我们一个指导，不是一个一直在指导的那种方式啊。这是我们的期待啊。刚刚用八代族群的实力角度，是要让政府官员朋友、立法委员朋友、专家学者朋友用正面的逻辑来看待台湾所有平埔族群的议题。今天是第一场的公听会，我希望我们第五场的公听会，我们继续下一个礼拜可以开完。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林碧霞委员。大家平安，大家早安哈。我是原转会的阿美族的委员。那我要今天要讲两个事例，然后再讲现在阿美族人的态度，跟我后面要讲的建议。去年前年刚要接这个委员的这个职务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朋友带着我到高雄旅游，然后带我到中埔的公改，这样。那阿美族人应该是信天主教的，可是就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讲，大概不会在意什么样的宗教，大概都是采取比较尊重的态度而去。所以那天我就去了中埔公改，跟他们去，然后跟他们的委员，那个中埔公改的委员就在那边聊。我跟他讲，我说吼，现在你们平埔族要变成平埔原住民，你的想法会是什么？这样，那个主委跟我讲，他说好丢难啊呢。我说我不知道哦，我只是看到的所有的就是规定，跟我手上版本就是这样，你很清楚的看。他跟我讲，汉人是汉人，是一个阶级。嘎勒，他说我是嘎勒，然后指着我说好丢，你是嘎勒啊。我这样讲，只要在高雄待过，你大概都听过这个名称，汉人。嘎勒嘎勒啊，这是三个阶层。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平埔原住民还是哪一个阶级？他跟我讲，好丢，我不是原住民，我是嘎勒。好，这是在中埔公改的主委，我们在当面对话的时候他讲的话。这是第一个事例，也让大家了解他们的想法。那受过什么样的影响，历史上的背景，这些我不晓得，但是至少当时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是这样，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接这个委员的时候啊，当然在我们所有的阿美族部落里面都会走过，大家对平埔原住民这个字眼都三条线，是一个问号，因为我们是在原乡的原住民，我们很少走动在平埔族的这些活动范围里面，所以他会有认知上的落差。所以前几天我在看
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公听会的资料的时候，我很感动，平埔族人讲的我要回家，你们在证明过程当中我们绝对支持，这是阿美族人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三条线还是在，这个家到底如何组成的？以我家七个兄弟姐妹，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在同一个家里面一定有一定的空间，当外面有人讲说要来回家的时候，你觉得这七个兄弟姐妹会怎样？是爸爸的还是妈妈的？那假如族群是一个大家庭的话，我不晓得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区隔它。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况，所以我想平埔族人在做证明的过程当中，阿美族人绝对放鞭炮，绝对给掌声，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我刚刚讲了两个事例跟一个我们的态度，阿美族人不会去反对，就像阿美族人从手上出去了一个叫做格马兰人也、啊、不是格马兰萨奇莱拉雅一样，萨奇莱雅族就证明成功就出去了，这样。所以我想大家在认知上的落差的时候，我相信啊，在家在原来在家的这个原住民的心理感受，我们还是要去做处理。假如我们很用回家的概念来处理平埔族跟阿美族人，不要讲阿美族人，台湾原住民十六族之间的关系的话，你想那会是一层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高声的喊，高声的这个来说，哎，我们是一家人。可是，在心理因素上的处理，那个才是重点。假如这个心理因素上的重点我们不去处理的话，我想那个撕裂跟裂痕永远存在。所以，这个接着我就要讲的就是我后面的建议。平埔族人在证明过程当中，那我们在原住会开会里面都会听到我们三个平埔族的代表都会大声的这个为平埔族人的权益这个高声疾呼，我们也通通都赞成，我们也不会去反对他。但是以我从事行政的工作上来看待一件事情，我曾经在花莲县政府做过行政长官，三年半里面接触的行政，讲真话，你会所有的行政工作会打趴所有原住民行政人员的信心。你知道他的业务多繁杂，以花莲来讲，六个族群，六个族群不同的六个祭典，那六个祭典你要给他什么样的支持跟什么样的协助，是用行政的力量去支持他，还是让他自己的协会或者是有一些有识之士来做，你希望哪一种？假如我是懒惰的行政人员，我当然希望交给你们了，这样咋办来咋办好，你来走的哦。你们觉得一个行政人员会用这样的行政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吗？是办完活动就结束了吗？还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祭典，希望延续他什么事情？是他的文化也好，是教育也好，是他土地问题也好，是他政治参与的面向也好，你觉得他会想什么？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平埔原住民真的要进来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大概原民会的所有的官员们大概就全部跑光光。我单单在花莲县政府面对六个族群，一个祭典工作就一个整年大概都忙不完，你更不要讲到他其他后面的土地问题。所以尤其现在传统领域的问题，大家喊的喧嚷到这个程度，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要在这边真的很诚恳的说，平埔族，你在证明的过程当中，你加油，你努力，我们绝对给你掌声。可是当面对到行政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考虑一件事，平埔原住民族是不是要重新设立一个他自己的委员会。我举另外一个单位叫做客委会，客委会就是面对单一族群叫 客家人，不管他是几个县，跟他大致都一样。可是原住民的话，你会原有的十六个族群，他就十六个问题在，再加上后面平埔族进来，我大概就估计大概至少32个。所以假定你要培养原住民行政人才，假定你要推动原住民行政事务，我觉得你把这两个东西来做分开。假如等一下还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再讲另外一个事例，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来支持平埔原住民的证明他后续的权益问题。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好，非常谢谢林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娄超腾委员。
主席，咱各位咱长官，咱各位委员，咱各位咱这些族亲啊，咱大家平安，真欢喜哦，啊嘛真紧张。阮是南部人，天未光，阮就坐车要起来到台北，真欢喜，啊嘛真感动。先阿公，阮的阿孙的长妹甲讲，阿公你明仔载要台北要创啥？我讲无啦，我要来立法院吼，咱办一个公听会，为着咱身份证明的这个公听会，阿公听一个真感动。安怎讲？一个国中二年的囡仔，伊知影讲伊的身份，伊要去找求伊的身份要做啥？咱真感动。伫我为着证明运动二十五年来，含大家来参与拍拼，但是咱拢茫茫渺渺，唔知咱会当去得到啥。所以今仔日我有够感动，今仔我搁徛伫遮，会当甲大家来啊，讲出着我的诉求，这是我一大的感谢，搁来感恩。我感谢上帝，伊予我伫一年前，伊搁留着我的活命，到今仔日，我会当搁来到遮，所以我真感动，真欢喜。第一，我要哪讲，就是讲，我伫两年前，我的颈动脉塌的中风，一半无在人振动，一冬久。还有法度人行来到这，所以这是我第一要感谢的，上帝留我的活命，有伊美好的旨意。啊，所以我就甲我的孙讲，我今仔日要来到立法院，我要来含咱遮的啊族亲，以及咱长官有真侪无了解的当中，我来做一个诉求，啊来讲予大家搁较了解，会当彼此之间来了解，啊，予咱伫这个法案当中，咱会当要安那来进行，予会当伫这个啊。紧紧的当中，咱透过着咱这委员啊，咱这官员，大家共同来为着咱的历史来做拍拼啊，做一个见证。咱历史的底会当来完成这物件，这是我头一项的这个诉求。第二，我爱感谢咱国民党咱的啊杨委员，以及咱有几啊位的委员，伫今日来召开第四次的这个公听会，我一个足感动，因为我真正也够发通徛伫遮。我实在是用目屎吼，唔知要怎讲，因为这上帝有伊美好的旨意。上帝要怎讲？伊讲一个道菜，若要会好食，若要盐来调味，嘛袂足好食啦。所以今仔日我徛伫遮，心中要来讲，互咱大家知影的，互咱遮委员、咱遮官员，伊去会向去了解。咱一个法案要通过，有种种的杂音、声音足济，这是难免。但是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爱要让咱大家来了解的，就是讲爱透过着咱的官员、咱的委员，当作盐来调和，让咱会当大团结。咱百姓、咱的族亲，若大团结，咱的社会就会足和谐，大家会当互相包容、尊重。所以我伫遮真感谢咱今日这次的这个公听会，我阁有这个机会来伫遮表达着我个人的这个意见。所以我今仔日嘛真激动，人讲中风的人，若讲过上激动的时阵，会心肝会头会夹起来，确实有影。较早咧看电视拢无感觉，但我当着的时阵，我哪知影啊有影紧张的时阵，心肝头都会特别夹起来。所以我今仔用感动的目屎伫遮呼吁着咱的委员啊，伫这个身份的这个问题，唔盲讲伫这个会议当中，咱大家用着咱上好的智慧啊来甲促成。予咱遮族亲伫遮呢，较袂讲啊，因的期待号做是啥？咱的子孙，伊到底去期待着啥？吼、哦，所以这是我一个上大愿望。第一，真啊真足感谢着咱啊，杨委员，吼、哦，伊拄啊离世啊，啊无伫遮吼，我爱甲伊感谢，伊来调开，哦，予咱遮的官员啊，大家遮尼啊辛苦，遮尼啊慎重，大家坐伫遮，我看伊拢足认真在听的，嘛知影阮的诉求无做啥啦。我想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福分无同，我就是伫山区，啊，恁做官的，迄个讲哦，高级的官员，恁有恁的智慧，有恁的权限，毋盲讲伫阮的诉求当中，恁伫恁的权限内底会当来做的，咱大家拍拼，用心来做，来创造咱这个历史，做一个见证，吼、哦。我想，阮。有真侪意见的当中，我有甲整合一下。咱较早伫中南北部所开的公听会，有遮尔啊侪人，大家做融合的意见，嘛是拢真赞同着咱行政院的版本，咱来行。较
适当就伫这个时阵，咱会较可行的。啊，所以我唔盲讲吼，咱大家会当啊，大家用着咱的智慧来安那用，因为我嘛敢讲，只要做行政程序啦，话因无了解。哦，行政程序需要安尼行的当中，所以我嘛唔盲拜托咱只委员啊，到伫法院的当中，咱要安那哦，将这个物件哦来个调和。会阁较低，拢无声音嘛，大家嘛拢认同的、赞同的。我相信，这啥是咱啊，徛伫这个职位的当中，咱要安那为百姓来解决代志的。我想咱做立法委员，我较早做民意代表，伫个山区世界样啊尔，我拢甲因讲，我伫遮甲恁服务，这是我的职责。吼、哦，啊，我的能力有限，我无够力的，我会请教啊。顶官的长官，咱的为咱的议员来跟咱斗三工，是我的职责，我爱安尼来做，因为地方就是咱的。今仔日恁伫遮，恁嘛是，我嘛是恁所要爱的这百姓的，吼、哦、啊，所以哦，啊，总统伊有交代这任务，我希望讲咱这官员啊，大家用着智慧，咱这立法委员大家来促成，和咱这个啊族群呢会当大团结，啊来伫遮啊紧紧来个完成，和咱有一个美好的这个期待。哦，这是我啊，真简单的一个诉求啦，吼、哦、啊，伫遮哦做一个啊拜托啊，感谢着咱啊咱的赵伟啊，今日来跟啊特别召开这个会议吼、哦、啊，真感谢伊，感谢恁啊，大家的辛苦，跟着着我哦，简单吼、哦，这几点这是重点啦吼、哦，啊，我们讲，咱会当伫咱这个法案通过了后，咱林俊贤委员伊所提的哦，这个。伊所用这个物件，这拢有真详细。我相信咱只委员含咱只个官员拢知影。林俊贤委员伊所提的这个版本是啥？吼、哦，伫一年后咱来个完成。吼、哦，这安尼是一个足完美，咱大家拢会当伫这个所在共同来创造历史的这个见证。感谢，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林胜义。我们这个负责人，首先，我恭贺主席主持《原住民身份法》草案第四次公听会，哦，以及出席各位立法委员以及列席。公部门的各位长官，真的有你们，非常感谢。其次，我感谢各专家学者以及关心所有平埔族群的努力，好、哦，作为参与努力，见证立法院各党团关心平埔族所做的付出。本人请在此。敬上最高的敬意。我来自于凯达格兰巴塞罗拉，罗拉是群聚的意思，我们的母语。三雕四色祭祀工业负责人，我姓林，名胜义，我母亲姓潘。因为回顾过去将近三十年来，第一代为平埔族走遍全省，包括现在三地同胞，我们曾经共同努力过的，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所以从省议会到还我土地，到草山论剑，以及重返凯道，都是由我们同在所发展出的一个成果。哦，今天恳求大家支持我三项的诉求。第一，就是我们支持行政院的还本。好、哦。第二，请国民党党团在第五场公听会，好、哦，在下周来完成，非常感谢。第三，在本年度六月以前完成通过《原住民身份法》修正，好、哦、的草案的审议完成。以贵大院的委员支持，历史将为各位留下的见证。因为凯达格兰也许
在语言在传统上有所流失，但是大家应该清楚的，从北到南以及到东，所有我们的文化历史都已经出土了，包括现在书法改，包括大鹏龛，包括十三行，包括颜料遗址，在在的显示凯达格兰对于台湾开阔史上是一个无名英雄。我希望我们各位虽然在语言上，我手上有留有1000多字的译音罗马拼音的文字，在我们在文字的复译上我们不困难，我们的语言融入现在的所谓台湾话，至少现在的台湾话有1/3都是凯达格兰的语言。依据15世纪西方文献记录，凯达格兰不但在台湾是巴塞语是一个共通的语言，也是南太平洋、西太平洋以及东海的贸易的一个语言，有这各方的语言能力。因为刚才阿美斯，我们早期是贸易伙伴，在荷兰时期我们跟阿美斯是沉默的贸易伙伴，因为透过我们的中介，在阿美斯木瓜溪买黄金的这个历史记录，所以语言传统并不代表这个族群的不存在，这点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所谓天地万物必有其本，诚如草木无根，枝叶就不生了，对不对？人为万物之长，其果忘本，如非有本，焉有今日？穷何言必神流，古今足之有谱，有如国之有史。所以西方人类必须确认台湾平埔族所做的构成人类共同文化上台面上所做的贡献。我希望各位委员、各位长官以及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大家，我们南岛语系的伙伴们，大家共同努力为台湾建构一个共同文化的台面，也是为台湾南向政策所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台湾绝对有能力建构一个南岛的文化中心，甚至一个南岛的一个经济以及共同扶持的分享的一个平台。谢谢各位，我希望我们各位委员以及专家学者以及公部门的支持我们的三项诉求。谢谢各位，谢谢。我还有时间，但是我时间留给下一位。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施正峰施教授。主席啊，各位先进哈。第一个我现在讲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在争取到底是证明还是身份还是认同哈。我想 不应该只是纯粹的所谓证明而已的。我会觉得第一个是有没有认同。那这个认同是应该是彼此相互的了。那到底我们平埔族跟现在有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未必是像某些人他认为是这样是负面的。那我知道在东部或者在屏东，我们恒春阿美跟马卡道
跟客家闽南关系是很好，也就是海角七号那边的哈。OK， 好，那其实有了认同以后，再来谈身份了哈。那当然，身份现在好像是要有的样子哈，今天要处理的。那接着下一步的就是说要去处理权力的哈，也就是地位的这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在三个，一个最抽象的就是那个政策，那总统已经决定了，这是他的政见。那接着今天处理的是法律，那接下来可能就是那个条例的部分了哈。三个位阶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到权力，但是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现在的民进党政府的立委，我看到他们在的说法是说，我们不能帮自己讲权力，哈，帮自己讲话，因为那是自私自利的。好 ，OK， 好，那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的，不管是客家运动、原住民运动，包括劳动运动，难道都不可以帮自己讲话吗？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权利都是争取而来的，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个公运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不是很丢脸的，好吗？那我看到过去民进党政府，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忽然执政了以后呢，他变成指控原住民是2%而已。好，那他是应该要顾全大局。好，那比如说他公然就是站在财团亚尼这个地方，为了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登了一大堆的理由。好，那基本上就是羞辱了我们的原住民只有2%，但是不要忘了平埔族是少数中的少数，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好，那第三个其实我也觉得很悲哀的，就是说在日本时代呢，台湾人呢，本岛人呢，要用很费力的讲的那个国语，而且那个国语是九州的国语，是好，是日本人在这个东京是觉得是乡巴佬的，那我们很费力的在讲。战后呢，我们要讲中华民国的国语，哈，也是很费力的在卷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讲是到底是哪里的国语，是山东的国语、广东的国语，还是哪里的国语？好 ，OK， 好，那我只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埔族的族亲很费力的在讲哈讲自己的族语的时候，想要证明哈这样的是真正的原住民这样的交心的时候。好 ，OK， 好，那我那种感觉是看到在美国过去就是这样子，印第安人哈被强迫同化以后，然后呢在法院上被强哈被很费力的，然后要装扮的这外表等等，要表现他是真正的哈印第安人哈。那其实我想不用多久，也许十年或者长一点二十年，有更多的原住民可能会被主流社会要求要证明自己是原住民。好，那因为这背后里面就是已经完全忘了原住民的权利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来的，跟其他少数族群是不一样的。好 ，OK， 不是因为他是住在边远地区、住在山上的部落而来的。好，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哲学上完全不一样的。那接着我看了一下这些所有的版本，我们扣掉其实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我看大概这是三大类了哈。光谱上，第一个就是我们行政院提出来的这个部分，行政院版的部分就是说，在现有的平原跟山原里面呢，加了第三类，就是所谓的平埔的原住民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林进宪委员跟古拉斯委员的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站在这个行政院的版本啦，那也就是说表面上是把它放进来，其实是排除在外的啦，我会觉得啊，是2+1的这样子的啊，是排除在外的哈。那我会觉得这是背叛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的运动，因为我们的原住民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们希望要好废除山原跟平原的差别。那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废除的时候，现在又加了第三类的时候，表示我们是不可能就是已经不可能了。好，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履行我们的政见了。那我会觉得呢，就始终如一的应该是我们时代力量的哈高路委员提出来的版本，他就是坚持我们的理想哈，他就是要废除哈山原跟平原的这样子的差别。那我觉得至少还蛮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哈亲民党的这个高金委员啊，他没有讲什么，他就反正生根手里面，反正你就是哈过去有生根手里面，那就是山原或平原都好，他不加另外一个，至少他是不排斥的。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够意识的啦。好 ，OK， 好，这是第一个。
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好吧，我们就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知道，这个还是要，这是要看大家平埔族的族群的这个族群的立场了。我感觉上，基本上你们已经被我们好的蔡总统的这样子温情攻势已经完全投降了。你知道，这历史上我们追求了二三十年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不能讲好吗？我没有身份的啦，好，我们家的那个身份证注记是没有的，好吗？好，就是这样子。那历史上你们必须要去负责任的。不过就是说，至少现在如果是这个样子，接着要这个条例的时候呢，是空白授权呐、啊。我必须要提醒讲说，我们如果看到加拿大他们的过去的做法，就是说过去是因为不是透过国会的立法，只是用个行政命令，为个选举这样子的身份的这样子的，然后呢顺便就把平埔的身份拿掉，照说应该是自动恢复才对啊。那也就是说，好，我们的权利是 inherent right， 是既有的原住民的权利，而不是人家赋予给我们的、啊。赋予给我就是说，变成国会现在另外定一个法，而且是要经过讨价还价。那到底要多久呢？然后内容是什么呢？好 ，OK， 好，这是我是觉得说，其实民进党正在玩半套而已了。好 ，OK， 好，甚至某种程度就是，其实就是客家委员会化，坦白讲就是这样子了。好 ，OK， 基本上好像我们平埔族就是要文化而已嘛，什么都没好，什么都不用，就给一点钱，反正给平埔族的钱也用不完吗？我们原民会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给你们钱也不会申请啊，用不完。我最后要提醒一个，就是说目前未来可能会处理的，其实际上就是两大的这个所谓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资源排挤，资源排挤可以用来做一个权力的这样子吗？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以前是站在弱势，但是从执政以来一直在讲利用所谓的啊军工教打军工教，然后呢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劳动的朋友。他其实是取悦的，就是财团。我坦白讲，就这样子。好，然后呢，打已经退休的人，然后来取悦年轻人。好，我要提醒大家，好，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对付祖父母是这样子的时候，以后他长大了以后，以后也会拿那个塑胶碗筷让你吃的。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讨好现在的年轻人，年轻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好 ，OK。好，第二个我还是要提醒，汉化太深可以作为这个权力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理由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汉人的社会是磨刀霍霍。一个理由是边远地区，然后是用救助的。那现在就是因为用汉化的时候呢，随着我们原住民他年轻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在都会区的时候，我原则上是我觉得呢，目前原住民这样的做法，这样小英总统的做法，就是说要把他一个历史上画一个句点，然后大家良心都可以不会觉得很不安，然后晚上就可以睡觉了。这是很悲哀。那我们这里都是帮凶了。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游天明助理教授。主席啊，郑委员，各位先进哦。各位我们政府机关的代表哈、我是大业大学的游天明老师哈、我是平地原住民的排湾族啊，强调一下，平地原住民的排湾族啊、我们是在排湾族里面的平地原住民身份里面啊、是极少数的哈、所以我选立法委员只能投阿美族的票哈、今天在修原住民身份法哈、其实有大部分的平地原住民的排湾族跟我的想法很像哈、如果我们能够顺势啊，把平地跟山地区分的话，我就可以回归我的排湾族族群的拥抱中哈。可是看起来好像还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处理哈。那么今天我们就回到正题啊，就是在平埔族这个平埔族群这个部分了、啊，在政院的版本里面哈、有特别提到就是起民族权利然后定以这个法律定制哈、所以还是强调民主嘛，是一个集体权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平埔族的乡亲们都要以恢复证明原住民身份为主。但是会有一个陷阱啊，怎么陷阱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优先恢复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优先于这个民主或者族群的识别工作，未来各位将只会有只有身份而没有所谓的民主权利，将会成为所谓的有名无实的原住民族人哈、我举一个例子哈。
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民会的这个组织法里面的那个族群委员哈，将来各位是要一席的拼埔族群委员呢，还是要这个像八宅啊、马卡道啊、道卡斯啊的多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委员？如果你们只有身份的话，没有族群识别工作去做的话，这个是一个危机的哈，危机。那么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各位要证明的这个哈，基本上我们很高兴从第一场到第三场，大家已经有基本一个共识了哈。好吧，我们这个林碧霞委员就有提到了，原住民不反对，哦，大家是一个共识嘛，所以这个共识是很好的，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共识走下去之后会，我们再用更良性的沟通来去讨论了哈。那么再来就是，我曾经投书联合报，我认为说现在的原住民族的法令的架构是正标的的这个团体啊，是面对目前的16族的原住民，那么平埔族人进来之后呢，这样子一个法律体系是不是能够符合各位的需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他要处理的那个法律架构太大，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法律来去适应，这是必须要去处理的。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个概念成立之后呢，有在很多的平埔族的朋友的提到，就是进来原住民大家庭之后，原民会下设一个平埔事务处就可以处理了哈。这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吊诡之处。首先，如果平埔族的事务是一般化的，是跟我们现在16族的原住民都一样的话，何必再另设平埔事务处呢？那直接就在一般化去处理。看样子好像不一样哈，看样子好像，因为毕竟这一套法令从1949年制定，从山地行政到现在原住民行政，它有一定的那个脉络嘛哈，是面对这一群人。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何不把这样的一个平埔事务的层级拉高，成为平埔事务委员会这样子一个层级，是不是更能够去处理，让懂平埔族的人来处理平埔族？各位啊，我也是参加原住民特考及格的啊，我们所考的考试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人考怎么认识平埔族，这很可惜。如果未来各位进来之后，我们这些公务员，哦，这一边考试的，我们完全不懂啊，到时候只有被你们骂的份，然后做哎。喉咙那讲，哎，做到流汗，被嫌得流口水哈。好，哦，我不要讲台语有拍谁哈。啊，是，何必这样呢？对不对？是不是让懂的人来去做？而且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机关之后呢，我们在任用权上面，这相对也是一个自治啊，相对也是一个用权的自治。不要再去拜托那个原民会再增加员额之类的，我们反而去处理这个部分哈。好。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如果假设了哈，是一个假设啊，假设有平埔族委员会，也有原住民委员会这样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国防部跟退辅会哦，这样我们就有侧翼关系啊。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立法院有所谓的军系立委啊，哦，他们讲话都很大声哦。未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侧翼关系的话，是不是可以更加去协助？这样我们也不要去拜托政府啊，我们直接去争取这样一个权益关系哈，权益关系。啊，最后我们是要提到，就是其实当今的这个平埔族，我们的族亲哈，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从刚才施老师已经有提到了，是过去一道行政命令让大家没有办法回复哈，没有办法回复，那也造成现在的原住民身份的这个区分的混乱，好，这样混乱，所以这个应该是转型正义的问题，变成到了公听会上面，变成我们自己族人内部。啊，政治的问题真的面红耳赤，其实这个是很令人觉得不忍心啊，很令人不忍心。因为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长期的，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已经愿意对这个平埔族群的证明这个运动是朝正向的。所以，但是可能做法上面可能略有不同，我想这个可能是需要在公听会上大家累积共识，还有委员这边能够一些宝贵的看法，让大家更能够去处理哈，所以去处理。所以我们是认为目前就是还是要做的几项工作哈，第一项就是我刚才强调，就是我们那个民族识别工作要持续去做，那这个工作是非常庞杂的。刚才也很多族亲讲已经有做过田野调查，但是按照现行的这个所谓的原住民族认定的这个那个办法哈，还是要报行政院核定哈，报行政院。再来就是那个聚落的认定哈，因为现在原民会有所谓部落的那个聚落的认定，好，这个聚落的认定怎么样去认为它是一个传统领域啊？这个法令上面呢，因为有限制，所以可能还是个部分还要去做哈。最后一个就是我想就是各位的内部共识，然后内部共识，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像一般的像16族的原住民都有所谓的这个民族议会啊。
他们也开始在行塑所谓的民这个部落的这个这个民族的意识啊，民族的共识啊，这个可能是未来平埔族人可以在我们的族亲呢可以再去就做思考的。唯有这个有一个对口的所谓的这个民族的这样子一个团体哈，我想在各位在发言上面会有更大更强，因为毕竟他有各位背后的那个族亲的支持啊，这个我想说跟十六族我们现在在做所谓的这个民族自治工作上面是很有很大的帮助了哈。所以最后我是想说，如果目前这个身份法这样子一个还有一个空窗期的话，是不是可以另外再去思考说另定制定所谓的平埔族群的这个权益保障的暂行条例，我们先处理可以处理的部分，我们先处理可以处理的部分，让暂行条例保障同这个平埔族人的一些权益之后，我们再来去思整体大规大战略大思考去思考这样子一个过程。我想这以上是我第一次发言的一些想法，以上谢谢。好，我们第一轮发言的这个专家学者还有这个族群的代表都已经发言完毕哈。我们等一下先请这个到场的立法委员要来发言哈。那完了之后，我们就第二轮的需要第二轮发言的哈，我们可以来第二轮发言。好，我们现在请孔文吉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今天的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各部会的代表哈，我想这个平埔族群争取证明跟认同的一个过程哈，这个不是只有这一两年来了啊，这个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啊。那为什么平埔族群没有办法成为原住民族啊？它有它的历史原因呐。从日据时代就必须要去探究啊，为什么他会没有当时在光复的时候国民政府时期啊没有被认定为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啊，这个是有他历史的原因。但是本席是觉得说啊，我们平埔族群在争取他的证明的权利跟他的一个这个认定认同的过程，本席是相当的支持啊。我觉得不只是在应该是在历史跟文化上予以支持，那他现在要求法律地位的一个保障啊，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啊，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去这个正视哈啊，为什么平埔族群想纳入啊成为我们原住民族。但是这个在认同的过程之中啊，我觉得最重要不只是自我的认同啊，平埔族群啊，他要认同成为原住民族啊，他这个是有一个他这个几十年的一个这个争取的一个过程啊，不只是认同啦，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些依据啊，要有一些依据，就是说我不能我不能接受说啊，我认同我是平埔族群，我就是平埔族了。本来原民会的法律的版本是说，你只要是认同啊，不受及取代。啊，认同我是平埔族群啊，我就是平埔族。后来我那天问了以将保路尔主委，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大概会有多少平埔族群的加入原住民族的大家庭，他说30万到100万。那我说这个就很难去用恒常的伦理来去评断。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印第安人我想在座有几位学者哈，像施正峰啊，他也写过很多加拿大跟美国的这个书籍我都有在看啊，我自己也研究过。美国印第安人在认同印第安人的话，他还是有他的血缘的根据了啊，25%。在加拿大的话呢，他有分四类，一个是 Status Indians 住在保留区的印第安人，一个是 Non-Status Indians 非住在保留区的印第安人，住在都会的，但是他没有享受跟住在保留区印第安人一样的权利啊，权利是区别的。第三个是 Métis 就是跟欧洲裔混血的这个印第安人啊。第四个 Inuit 就是我们讲的爱斯基摩人。这四种分类 Status Indian 跟 Non-Status Indians
啊，你们可以纠正我，如果我讲的不对的话。有些原住民族的权利啊，是在 status Indian 跟 non-status Indians 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加拿大，所以他们连一个加拿大的都会区的原住民，他没有一个像台北市原民会、高雄市原民会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行政机关的，没有哎，啊，他们是必须啊要申请在都会区啊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原住民的权利，所以我在这边是比较纳闷的，就是说我支持平埔族啊成为一个原住民族，法律地位给他保障，但是呢，这个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要把它定出来，而不是说我认同平埔族群我就变成平埔族了，将来可能不是30万到100万呢，也可能是50万到200万，啊，所以我在这边是特别在这边指出来啊，我们亲民党团的版本，这些这个特别是在时代力量的版本呢，他说这个一本法关于原住民身份的认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日治时期户口调查部登记其本人或直系血亲尊亲属属于原住民族者认定之，这个你交给户政单位自爱难行，你去哪里查到户口名簿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尊亲属啊上面是登记原住民的，只有登记生跟熟啊。那我现在又看到了这个亲民党的版本啊，不分生或熟，有案者可以申请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份，这个是笑话。生跟熟在日据时代被纳为生跟熟的，一个山原一个平原嘛。那有的生呢还保留，熟的话呢已经用一种炭笔哈把它摸黑掉了。好，你可以到南投县埔里镇的户政事务所去登记，日据时代的户籍资料啊都还在那里，就已经是涂黑了啊，涂黑。为什么涂黑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要有一个他的一个认同的标准作业机制，让大家能够信服说你不只是认同，而且你还有他的依据啊，还有他的依据。虽然我汉化了，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依据，那这样去考究，那我们平埔族群会有多少成为一个原住民的大家庭？我就是在人最起码做一个行政单位哈，你不要定一个啊这个自爱难行的啊自爱难行的一个法规啊，我就是根本行不通的啊，行不通的。第二个我觉得是有点遗憾，就是平埔族群要成为原住民的大家庭的一份子，但是跟我们现在的原住民族啊几乎是没有接触了，互相也不认识啊，大家对自己的历史跟文化也不是很了解，也就是说你要纳入成为一个原住民的大家庭，你要跟我们原住民现有的16个族群要真心诚意的交一个好朋友，而不是说啊我平埔族群我是原住民族了啊，我也是变成原住民了，但是我不认识泰雅族，不认识赛德克族，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说我们愿意开纳这个心胸，敞开我们的胸怀，接纳平埔族群成为原住民的大家庭啊。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感，真正能够属于原住民族的大家庭，然后大家一起来打拼啊，大家一起来打拼，不要成为了原住民之后呢根本也不晓得什么叫赛德克族，什么叫排湾族啊，什么叫卢凯族啊，这个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说你成为了原住民之后，但是你对原住民族现有的16个原住民族还是很陌生啊，这个是我认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台南的平埔族群在争取平埔族群的权利的过程之中，到立法院来也没有找过我们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啊，你最起码来拜个码头嘛，哦，都是找台南市的立委，包括我们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当时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哦，也都拜托他，哎，但是我们知道平埔族群有来立法院来抗议啊，来争取他的一个权利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原住民立委没有一个被拜会到的啊，各党各派的立法委员，原住民的委员，你要表示一个尊重嘛？拜托你啊，我要成为原住民族了
啊，希望你能够接纳我啊啊，不是把我当成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家人啊。本席在立法院13年多啊，啊，几乎是没有看过一个平埔族群说来拜托啊，这个本席啊啊能够支持他啊，成为原住民族啊，这个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了 啊。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后面哈，往者易，来者可追。那至于说我们的潜力的资源怎么分配，啊，那个是后面大家要讨论的问题，啊，潜力资源怎么分配，啊，这个我想啊，这个权力另以法律定之嘛，啊，这边这个行政院的版本，那这个是我们必须啊，还要再好好探讨。但是我建议行政院民会应该要把平埔族群的啊一个作业程序认同的一个作业机制要把它定出来。而不是盲无目的的，啊，就是说认为啊，他是自认为平埔族群就成为平埔族，台南市的喜拉雅族，啊，这个马卡道族，屏东的马卡道族，有多少平埔族群想加入原住民族的大家庭？那有没有一个客观的依据来认同他？啊，经过一个登记的程序，啊，变为平埔族群这样，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啊，不要定一个哈，我们自己委员提的版本呢，啊，定一个根本是完全自爱难行的法规啊。好，啊，这以上是我的浅见了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郑连才委员。好，主席，我们所有的专家学者，族群代表，还有各部会的代表，今天这个平埔原住民的一个议题，也就是原住民身份法第二条的修正的公听会，今天是第四场，之所以会需要召开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因为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在立法院也有不同的版本啊。刚才我们这个施正峰教授也做了一些分析啊。当然以现在这个行政院的版本而言，这个从现有的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增加平埔原住民这样的一个版本，当然会跟其他立法委员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不是一些不同，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样的不同，事实上就以这样主委过去的主张，或是很多我们民进党的朋友的很多的主张，就是打破三眼平眼，那就是永远不可能了啊！就是如果这个条文三读通过，就是永远不可能了啊！这个是可以这样做一个宣布哈。好，这是一个部分。那至于我们现在行政院的版本，对于平埔原住民，然后增加一项叫平埔原住民之民族权利，另以法律定之。当然，现在从第一次到第四次的公听会，我们来的平埔族群的代表都赞成，都赞成。刚才我们也有这个代表特别提到，针对我们的提纲里面到底只有文化，所谓的这个民族权利是只有文化呢，还是还包括其他的政治参与、教育、文化这个土地包括这些社会福利卫生医疗刚才也有我们代表说主张是应该要包括所以但是又要另以法律定之。我曾经问过原民会，到底它包含了哪些要另以法律定之，它的目的当然很清楚，但是它到底应该怎么定，是要定一个法律，
还是要修很多的法律啊，因为这个严明辉他盘整了、盘点了啊、盘点了这个跟在所有的法律里面，包括法规命令，涉及到有原住民三个字的，或是原住民族四个字的，列出来是几百个，是要修几百个法律，还是要定一个法律？定一个法律，到底可不可以定一个法律？这个在法制上有没有疑虑，都是一个问题。大家，我要跟所有的族群、平埔族群的代表说，以立法院的生态，民进党是多数，他要通过就一定会通过，不要担心，一定会通过。好，但是通过了之后，到底要怎么去执行，才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所谓的另以法律定之、譬如说原住民族委员会的组织法到底要不要修、还是要另外另以法律定之之后才可以，那到底原民会成这个平埔原住民这个身份法通过之后，平埔原住民可不可以有族群委员，是一个还是十几个啊、因为现在是按照原住民身份法、按照原住民委员会的组织法是一个族群一个，但我们了解这个平埔族群、最起码也有十个以上嘛，十几个族群、那主计总处会不会 同意，人事行政总处会不会同意、原民会一下这样增加有资薪的、不是兼任的、是每个月领七八万薪水的、十几个这样增加可不可以，人事行政总处主计总处到底同不同意，这个都是需要去 就要开始讨论这个东西。但我们平埔族群不是只有这个、包括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公听会所列的提纲里面的这些权益，到底哪些是要纳入，哪些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平埔族群的成员去登记到户政机关登记之后，好，你成为平埔原住民，会不会到时候认为说我怎么变成是一个次等的原住民，你会不会这样认为，还是不会，没有关系，我只要身份就好了，是这样子的吗？显然也不是、无论是从这个总统府的研转会的平埔族群的代表所提的意见，显然不是、包括我们刚才、的发言的代表，显然也不是。既然显然也不是，那一定会产生，我刚刚讲的一定会产生，所以必须要去思考。我在台湾省政府一直到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待了很多年，三十年的公务员，看得非常多，非常清楚行政的运作。我们看这个客家委员会啊，在原住民族委员会通过成立之后，很快的在2001年6月就成立，所以也有人主张是不是要成立平埔族群委员会。事实上，当我在原住民族委员会，当我看到客家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就会认为说，平埔族群委员会的成立比客家委员会更需要。但是过去的主张，事实上我们很多平埔族群的朋友早期的主张是要成立、平埔族群委员会，有这样的主张，那最近十几年来是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这未来就会产生，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可以做的选择，到底要不要做选择，我们来看。大家都知道新住民现在已经比我们现在既有原住民身份的人口还多，已经还多了。
我们的平埔，我们的新住民的立法委员提了案，啊，国民党的这个新住民的不分区的立委提了新住民基本法的草案。未来假设平埔原住民这个通过了，可以另外定一个平埔原住民基本法吗？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啊，这个必须要去思考。现在新住民他已经提了一个新住民基本法，会不会通过？短时间可能还不会通过，但是他的人口绝对是一直会在成长。当他成长到100万的时候，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他说他一定要通过，保证他说他一定要通过。当他达到100万的时候，现在已经60几万了，他的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他未来是不是会有这个这个平埔新住民委员会也有可能会成立，这个必须我们去思考。这个法案里面就如同客家委员会一成立一通过，他们马上提出什么客家基本法，就跟在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后面，原住民族基本法一通过，他就通过了客家基本法。当我们通过了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我所提的草案，原住民族的语言是国家的语言，客家委员会马上就提出客家基本法的修正，也通过了客家语言是国家语言，包括很多相关的条文全部都照抄一样。另外有，所以它的速度之快，然后独立的机关，你说增加机关容不容易？只要民进党政府要通过，就会通过。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昨天现在早上还在询答，已经提名了，黄环雄当委员，还有谁当黄环雄当主任委员，谁当委员都已经有了。现在在楼上哈，还有很多行政法人也都通过了，新增加的海洋委员会这礼拜六也要成立了所以要他要通过就通过，所以这个我们还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再去思考这个是用意在这里用意在这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做怎么样的选择，这个是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刚才林碧霞林委员提到了他在行政机关的一个运作的，那事实上对现有的原住民而言其实也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平埔原住民进来之后，所有原住民委员会或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立委所提的法律案要审查的时候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平埔原住民一定会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纳入我们，就会因此相关的权益，新的权益你要去争取是非常困难，绝对是非常困难。那已经有的现在的原住民已经有的权益，那平埔原住民到底要如何争取要修多少的法律这个都必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这未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报告说，为什么要开公听会。第一个，原住民的立委不，就是说在立法院现在在立法院已经有的原住民身份法的版本就不同，既然不同，然后这个议题又涉及到非常的重大因此必须要开公听会在这边特别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以上。好，我们现在接着请廖国栋廖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的贵宾哈，今天呢、各委员会呀、都在开公听会，我已经跑了第三个公听会的会场，所以比较慢到，非常抱歉。我也很想听听，我们的专家学者哈、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立法者，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些什么事，在整个制定。修正我们的原住民这个身份条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专程来就是想听，那不晓得都已经讲完了。那么刚刚听了我们郑委员这个比较深度的一些谈话，让我们发现了原住民身份条例啊，还是期待大家共襄盛举来。予以做更精准的、更丰富的一个修正。那今天题目是平埔族如何进入这个大家庭哈。那既然是在讨论、在公听，我也表达我个人长期以来的立场哈。我们第一个，我个人承认，平埔族应该是我们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啊，就是原住民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但是这个身份如何来进一步的给他确认，当然将来立法会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据以定论。但是我过去呢长期的概念跟认定啊，就是拿加拿大的例啊，加拿大有三种民族啊，他国内有三种民族，一个就是白人，另外一个就是要第一民主，中间呢有一个叫 Match， 它就是混血的部分呢，它就放在中间啊，我们就简称它就是第二民主好了。他们运行多年，并没有相干涸之处，好、啊，大家都把第一民主的这个权利啊定义以后，也开始思考。这个混血的第二民主呢，到底要怎么样也能够受到国家该有的这个保护跟照顾。今天在公听会我仍然持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原住民在经过30年，我个人当国大代表的时候，开始把原住民从华纳变成一个原住民这个称呼的时候，就是分成一个山地原住民，一个平地原住民，这样的一个定义，甚至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都出现，哈、哦，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出现，所以它是源远流长，才有今天的原住民基本法，才会有今天的工作权保障法，才有今天的身份条例、新民法等等，好、哦，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首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那看将来怎么样去修正这个法案，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在88水灾的时候，我有机会去纳马下乡去送支援哈。路过小林的时候，听了很多人在告诉我说，这个小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讲述到小林就是平埔族的时候我个人非常的震撼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跟我们原住民一样的落后基础建设非常的薄弱，就是因为环境不好才会招致整个山崩以后造成一个灭村的一个结果。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要是我的同胞虽然他们还没有变成原住民，他就是我的同胞。我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后来开始有人提到平埔族应该要变成原住民的整个族系哈。那我们也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怎么样让平埔也能够进来。但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平埔。如何去定义？上次一将来的时候，我也问他了，大家还是讲不清楚。
尤其刚刚郑天才委员所讲的，将来平埔进来以后，他是不是跟现有的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同享，就是有相同的整个国家政策的一个不管是福利也好，或者是直接的一些协助，是不是同等享有？那如果是同等享有的时候，跟现在的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竞合？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我同意刚刚郑委员所讲的，这个工程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就算我们今天把姓名条啊，不，这个身份条例处理完了以后，后续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也都要必须一并的来予以修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再做一个自己刚谈的这些话的一个 summary 我们欢迎平埔族变成原住民的族系之一这第一个，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在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之外的第三民族了也就是平埔原住民，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要让他们进来。那将来从宪法上征修条文里面有关原住民的权益有关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我当时当国大代表的时候就制定的这个征修条文我们都列举了哪一些，包括政治的参与。我想现有的平地原住民最敏感的部分就是这个政治参与，如何让平埔族也能够跟现有的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享有政治参与的机会，应该要另为设计在不影响现有的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的情况之下另外予以设计。这个就会落到我们原民会的这个研究跟将来你们要提案的时候必须要首先碰触的就是这个。那么至于其他的交通水利啦、医疗的卫生啦这些包括这个经济发展的扶持等等当然同等享有。独独我们面对政治参与的时候就会有不是争议也不是争执，而是会要另外安排所以我想原民会在这个工作上要多多的跟我们原住民的委员来做意见的交换，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了宪法，因为我们的名额就在宪法里面规定的所有的立法委员的名额是在宪法上就规定了，所以如何让我们平埔的朋友也能够参与，又会涉及到选区，涉及到名额的分配，这个才是真正自治体大的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这样，所以就延缓了我们平埔族的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机会只是说未来大家要更辛苦一点，来一起想到都可以平衡、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以上说明。好，我们这个立法委员都发言完，我们接下来第二轮的发言我们先请这个乃俊廷我们中部平埔族群联盟的代表。好，我们第二轮发言的时间就五分钟主席在场与会的来宾代表大家好，我第二次发言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立法院真正的走进这个立法院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为我的族群发声争取我们
应有的一个权益啊。那这几场公听会开下来哈，但我们很非常的期待，就是下一场的公听会哈，能够尽快的举行啊。那从刚刚听到这么多代表哈，就是站在是不一样的立场的发言哈，那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就是第一啊，就是说有些族群认为说我们这个平埔族群我们应该另设平埔族群委员会哈，我想就一点来看，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前提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我们台湾所有的原住民承认我们是原住民的话，那何以，我是说一个假设状况哈，何以我们是平埔族群委员会，你们是原住民委员会，那你承认我是原住民呢，我的名称上并没有原住民，所以你只有承认我一半，你并没有完全的接纳于我，坦白讲你也不应该接纳于我啊，而是我应该跟你拥抱啊，家不是你所独占的，而是我们所共有的，不是我走进你的家里面，而是我们成就了这个家，这才是实情。那这里凸显了什么事情呢？你这时候从很多的代表，我也知道大家的忧虑，可是这里凸显的一件事，就是长期以来几百年来，我们平埔族群的权益是被漠视的。对，我们平埔族群如果能够加入原住民这个大家庭，好，我们在现在的原委会下面，我们是否每个族都要一个代表？感觉要增加好多个代表。不过事实上不就应该如此吗？我们就是有这么多族啊，我们就有这么多的族亲啊。好，我们不要说每个族有多少人，有的族比较大，的族比较小，可是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族群。那我们每个族群有一个代表，也理当合理吧？那如果就宪法的角度，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三元跟平原之分啊。当初在这些身份法在提出的时候，我们中部平埔族群啊，我们有个意见，就是我们也不要用平埔族这样的一个名称啊，我们就加入平地原住民。为什么？我们当初考量的就是宪法现在要修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没有办法，我们要求其统，不是只有我们几族啊，整个台湾这么多的平埔族群，好，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也可以折冲啊。如果现在的原住民三元平原，再加上我们的平埔族，啊，我们不就是做大我们的力量吗？好，新住民这么多人，那我加入我们原住民的力量不就会更庞大吗？好，如果过去不管哪个时代的执政啊，将过去所谓的守藩或是现在所谓的平埔族群摒除在外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时刻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能够符合修复式的争议。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最重要的时机错失掉了，我想我们很难去面对以后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历史的时刻被记下一笔啊。那刚刚有很多族亲都讲到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法案啊，不管是身份法，还有或者宪法的保障，或者其他的法案的修正，对我们的重要？因为我们不被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去参与，不管是一个文化上的参与，或者是政治上的参与，我们都没有那个资格。今天我们只是来争取我们应有的资格，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最后呢，希望我们最后一场公听会能够尽快召开。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啊。我们接下来请潘英杰理事长。谢谢各位给我第二次的机会来这边表达我们的看法。刚刚我第一轮所讲的只是一个让大家参考一下，大家认知一下，这个不是只有八仔族的事情，这是整个台湾平埔族所以会遇碰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刚才就针对我们的八仔的实力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来给大家一个意见。那今天我们第四场的公听会是由我们国民党的杨立伟还有团队来支持。我刚才我们有三位立委上来表达看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啊，我在此先非常的谢谢他们这样子对平埔族的事情非常的关心啊，非常的在努力的在帮我们发声，不管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议题，能够在这边公开来讨论，是对我们八仔，对我们来平埔族群来讲，我们是非常站在我们的立场，是非常的谢谢啊，我们国民党的立委这样子为我们发声。刚才我们柯宏文吉立委好像是离开了，我不晓得他的助委没有在这里。孔文吉立委等于说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嘛，他刚才说他的隔壁有哪几个族群，那法定的原住民，其实他没有在这边。如果有的话，我都不要去看书面，我都不要去从记忆里面，我嘴巴就可以念14个族群出来。我相信大家在座的，你觉得能够念出来那么多法定的原住民16族吗？我在这边随便就可以念14族，我还在想两组是哪一个，还没有想出来。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在跟那个孔文吉那个立委是说，他如果说有回去埔里的话，我会很愿意到他的家里面一起去聊天去泡茶啊。如果他的助理有在这边的话，就麻烦转告他啊。我希望我们会在埔里会很热烈的去拜访啊，很慎重的去拜访他啊。这个是针对我们孔文吉立委啊，我的看法，也谢谢他对我们族群一直的依赖啊，也是非常的关心啊。他是，其实我们都是跟他也是很熟啦，就是像他刚才讲的，没有直接去拜访他哦。针对这一点呢，我会可能会重新很慎重的考虑来回应他哦。不管是在公务上，在私下上，我应该都是这么做。那我们今天的讨论提纲第二题有提到是否包含，我觉得这个后面的一定就不要再去写什么什么，应该所有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都是跟其他的族群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正都一样，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哪一个族群有享受着什么，应该大家都是公平的，不是说你哪一个族群呀有这个那个族群就会特别设定说你不能那个。我想这个，是应该由我们所有境外的立法委员啊，我们的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还有我们的政府官呢，专家学者，来由他们的机制来完成，怎样用国家的政策，怎样使我对我们平埔族是个最受惠的啊？今天能够在这边开第四场会议，我们第五场也是我们国民党所支持的。我希望我们下个礼拜第五场可以顺利的来继续开完，来完成这个公听会。在此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在座的长官，各位政府官员的朋友，还有我们专家的学者，还有我们主亲，谢谢各位在座每一位，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请
林胜义，我们凯达格兰山雕社技师工业的负责人。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公部门，大家好，林胜义第二次发言。今天我非常高兴，上至委员以及专家学者，大家一致认同，希望平埔族归为台湾原住民族，这是台湾历史上进展的一刻。我从小出生，我就是华纳。我到六岁的时候，我哥哥去读书，被人家欺负，骂他为华纳囝。我回来，我哥哥回来跟母亲说：“你是反驳小，阿伯奈人大家讲我华纳囝。”我母亲拿了一个扁担，差一点将我的哥哥砸死。我出来保护，后来不得已，我六岁保护我哥哥去上学，所以我从小我就是华纳囝。我母亲是山雕新社凯达格兰的人。所以原住民按照联合国权利宣言是自我认同，我参与联合国几届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起草，我很道通过，我们很清楚，我们从出生出来就拥有国际民族籍，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包括人权宣言，我们都是受联合国所保障的。我今天告诉各位，在联合国开会，台湾的原住民是要依附其他团体，太平洋或是其他的团体，只有我们凯达格兰 ATIC 可以直接用这个名字进入开会的，因为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联盟在联合国华裔部门是有注册的，同时也对他有贡献的。今天谈到平埔族的权利义务，我从30年前事业顶尖的时候退下来，然后全力投入平埔族运动，包括从全省巡回，包括平埔跟山地，包括格马兰，因为格马兰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有支出的，我从来没有向政府要过一毛钱，因为我是原住民，我是平埔族，我要恢复我们的历史尊严，我们必须要做出付出。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到山雕信社，我们的祖师庙，我们的文物馆都盖成了。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平埔族的议题必须要受到很大的重视。同时我建议大家到台大历史博物馆去调阅一本国父百年纪念的抽印本，叫做凯达格兰的矿业，同时让你们了解当初凯达格兰做对于台湾开阔史上做些什么。多谢各位，谢谢谢谢。好，非常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位，我们林碧霞林委员。大家午安，林碧霞第二次发言。各位看到，我们现在面对现在的宪法，我们现在有四个错字。第一个错，错乱的错，放置的置，错字。你看，刚刚潘英杰委员在那边
用他的八宅主的话什么讲的时候，在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吧？这第一个哈。第二个，我在高雄面对是，他说我是嘎雷，他是嘎雷啊，然后他是嘎雷，汉人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你看第二个错字，第三个，我现在在丰滨乡服务，丰滨乡的户政人员跑到向我的身来跟我聊天，他想你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吗？很多人要去登记非阿美族，就是他放弃他阿美族身份去登记到其他族群。我发生什么事？因为那个族群要增加他人口数，然后形成现在家里人会吵架哦。假如那个政委员去封闭顺去听听看他们的声音，有一个族群为了增加他人数，然后让阿美族人放弃他的身份去登记成另外一个身份。我说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好，这是一个哈。再来第四个状况，刚刚尤天明助教讲的，我是台湾族人，却要去投票投平地原住民的阿美族，这是我们面对现在状况也正在发生。所以我从这里面来讲一件事情，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多么的重要。当我们不了解你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面对你的问题，跟你的问题要处理。我自己阿美族有我自己阿美族要处理问题，也有我自己平地原住民要处理问题。那么平埔族呢，你要用我们的行政人才去处理你的问题，我没有那么了解，我没有那么专业，你想那个行政绩效是什么？所以啊，我就会建议一件事情，既然是四次的公听会，那么政委员你们可不可以在招请在邀集的时候，在邀集很多在原乡的原住民来表达他们声音，你看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就像我刚第一次发言讲的一样，我绝对你们怎么证明你们要做什么我们都会去赞成，可是原来在原住民空间的这一群人他是如何去想的，我想那个一定要很细致的去听听，然后再去面对他，才有办法去做处理。不然新的法令再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争争吵吵，我想台湾哦，再增加一次吵，各位都承受得起吗？我们刚从外面这样走进来，你想那个对心灵的震撼有多大？我们希望台湾会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会希望。我们好好工作，我们安定的工作，我们求取我们的安定，我们求取我们的未来，应该这个是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再一次强调，下一次在召开公听会的时候，请政委员考虑多找一些在原乡服务的这一群人，请他们来表达他们的声音。最后我要赞成是由天明由助教讲的，你有国防部也有退服会，那我们就互为侧翼，你有原住民族委员会，那你会不会在平埔族的这个部分再去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委员会？我们互为侧翼，我们互相保护，不要以为原住民委员会占地整个台湾省，你的行政效率就会高，反而他的问题会更多。请各位听听一个行政人员曾经面对过的一种状况。所以我再一次强调，我会赞成平埔族你如何去证明，我通通都赞成，可是面对到行政事务的时候，请你考虑不要再去伤害原有的原住民。以上，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这个今天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族群的代表啊，都已经发言完毕哈。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在上个会期当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的时候，也曾经在台东跟花莲分别办了两场的座谈会啊，所以也邀请了这个台东县跟花莲县的这个民意代表啊，当然主要是县议员还有这个原住民的乡镇市长啊，也开了座谈会啊。那当然因为这个路途遥远啊，就像我们林碧霞林委员要从丰滨啊，这个要翻过两个山了哈，既是沿海也是山区哈，这个来到台北，然后到了台北
这个立法院层层的这个铁丝网啊，这个像铁幕一样啊，这个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走路，还好我要打电话给林陛下林委，不然他有点想要放弃，要回头。我们上一次第二次开公听会的时候，也有一个也是从三地乡来的，结果他后来还是放弃了。他已经到了这边进不来啊，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当然我们非常这个谢谢各位宝贵的意见啊，这个各位的发言啊，我们也会予以归纳整理啊，并汇集成册啊，并会送交本院的全体委员来参考啊，也会送给各位出席者啊，这个当然我们未来在实质审查的时候我们也会将这个在花莲以及台东所开的公听那个座谈会的相关的这些意见也都会请说这个给我们其他有关心的委员来去了解啊。所以再次的谢谢各位的一个出席跟发言啊，尤其是这次要进来，我想大家都走了很多路啊，问了很多人才知道怎么进来啊，在这边也跟我可能在一个播中的文件，可以来，可以哈，哎好，谢谢啊，我今天哎呀，真的真感谢咱主席吼，啊咱各位，啊咱这长官，咱这相关单位这主管啦吼，拄只咱迄个孔立伟吼，伊大拄啊讲啦，真贴切啦，因啊，伊讲的真熟悉，就是讲人甲人之间的互动，一切是一个上熟悉的问题。伫只伊拄啊离开，无我嘛要甲伊回一句实实的，那是我有带头来到伫。这个时阵，我绝对会来拜访咱这的立委，这的时代，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即我伫只借着这个机会，甲阮迄个主办单位啊，无行到着这个责任，无尽到着这个责任。我伫只代表伊，甲咱啊，甲咱迄个孔立伟，甲咱这立委，咱啊，甲咱向伊一个拍摄抱歉吼。啊，今仔日咱真多谢咱啊郑立伟，今仔日头到尾甲咱主持甲头，所以。我有真感动，有真感触，大家拢真认同嘛。所以甚至真正存伫行政程序的问题嘛，咱伫遮拜托着咱行政官员，咱立委用着咱上好智慧，大家互相来民进党、国民党、咱国党团来协调，什么做会较会当下伫咱这个条例、这个适当的时机，咱会当来进行，这个上要紧啦。哦，啊，因为足济意见，咱拢会当去尊重，总是。这个法案要通过，要经过协调嘛，吼、哦、啊！所以我真感谢着今仔日大家听到这么大，我这么侪立委，伊有讲真侪真宝贵意见，啊！伫阮做无够的当中呢，阮嘛会一日来学习来做，因为我做民代，我知影讲这人的起码是咱孔立伟，我要甲伊拜托啊，这要安怎做？你甲我讲一下，原来安尼做，安尼是毋是足可行的？啊，这就是大家互动的问题嘛。哦，伫只开会一个抱歉，相信以后然后因咧，我哩因咧来做，哦，这是一个期末制的问题吼、哦。啊，伫只啊，是我诶，这个感言啦吼。伫、哦、只感谢咱各位的辛苦，我着无啊。好，感谢，谢谢吼、哦。好，非常谢谢第一位的第二轮发言。好，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啊，都就到这边结束。好，我们散会，谢谢大家，谢谢。